往年咱们俩都一起过，今年怎么提前了呢？弄得我们都措手不及的。你要是措手不及，你可以不来的呀。那不行，欣欣在，我肯定得来呀。大嫂啊，这项链跟你的旗袍真是特别搭呀。是很搭哈。欣欣亲自挑的给我的生日礼物啊，还真不是欣欣自己亲手挑的，是我给她参谋的，我让欣欣选的这一条。真好看，我们一起选的。吃饭了，哎，不是说吃饭了吗？来吃啊吃。